滚！他叫宋小宝，我生物学上的父亲。天意，天意，天意！豹哥，天意，抓紧还钱！天涯海角也能找到你。你们这帮放高利贷的人，设置陷阱陷害我。还发财？哼！啊，交喽。这个男人一天到晚就知道做梦。叫小宝，在村里头，我谁家的活都干，我也谁家的饭都吃，因为我是个孤儿。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，我终于长成了一个1.6米的大个子，也是个大小伙子。谁给你糖葫芦？二大爷给的。二大回来了？啊，在哪儿呢？谁呀？二凤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二哥。哎呀，不在呢。我看着了。你什么时候看？你看见什么不在呢？你躲了。二哥，我来了。
你干啥呢？没干啥。哎，挺好的。啊。二哥。哎。来，好好好，欢迎回来了啊！好，深圳那是遍地都是钱，那风一刮来全是钱。二哥，那你现在干啥呢？我在深圳开了个工厂，有几百号工人，一年能挣个几百万吧。哎呦我的妈，几百万吓死人吧！这辈子都没看着过那么多钱呢。几百万呢？挣那么多钱了？二哥，那烟是不是老贵了？这一根能买烟熏一条。那老盖了，哎呦！就我这手，看见没？就这两根小指头，这要打架打的，在那边都回不了弯。二哥，你那女脾气还那么暴啊？那不暴点行吗？那咱东北人上那儿了，你不暴点不挨欺负吗？在那边，二哥一个人能揍他们八个，太呢了。有这二哥，咱干啥都有底。来，那朱二哥一直呢。来，好，带走了，二哥。二哥。这烟我们拿回去尝尝哦。这帮玩意儿可算走了，真闹的。我都困了。那困了还不回去呢？这都打哈欠了，回去睡觉去吧。那我走了。让我弟今晚陪你，我门关上了。嗯，关上吧。是不是你老公啊？啊，都走了好几年了，你别吓我。那不男的咳嗽呢吗？你咋还不走呢？二哥，我想让你带我去深圳发财，像我这种人不出去闯一闯可惜了。你是哪种人呢？你可惜啥呀？你去啊，你去一边去吧你。二哥，求求你了。你要不带我去，我就不走了。我今晚就在这陪你。别跟他磨叽，我坐带他去。来，行，带你去啊！谢二哥，谢二哥带我发财，我把门给你关上。谢二哥，咱们明天一块儿去深圳发财。知道我出来的啊？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的？谁告诉你的？谁给你通风报信的？谁？我猜。哎，二哥，怎么到深圳一天挣多少钱呢？行了，钱都是你的。啤酒白酒花米郎，香烟香肠烤一片了啊！哎，来把它收一下，来，把它收一下啊！哎，看啥呀？能买起啊？看看得了啊！哎，最后一趟啊！后半夜的睡觉别睡太死啊！看好自己贵重物品。看好自己贵重物品。干啥？过去。
让你睡觉，懂吗？这啥呀？这么好奇呢？啊，给你看这啥？就这个，这啥？还看不？你废了，大哥，看看，你们废了，谈事儿了。消停点儿，别找不自在。都睡觉，睡觉！谁他妈醒了？睡！别！嗯！睡觉！闭眼睛！出去这样，晚上二哥带你出去一趟，让你看个够。哎呦啊，太帅了！谁让你坐那儿的？上后面去。这一刻我才知道，二哥牛皮吹的也太大了。按我们农村的话来讲啊，其实他就是个车祸子。灰呢？进去稳当的啊！啊，听没？大哥，晚上好。大师都进去了，呀，这连门房子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叫二哥。二哥，晚上好。看见没？看我，往哪看呢？快
什么意思啊？蔡老板，万老板，这是我们两个姑娘，选谁呀？来坐。行，那你们好好喝啊，走。今儿你不陪我了啊，陪他。二哥，今天为啥子不让我陪你了呀？我兄弟刚来深圳，处男。怎么那么假的呀？真的。哎呀，你是处男啊？是不是处男？二哥，到这地方还撒媳妇啊？对呀，我就是你的媳妇儿。二哥，上哪跑呀？那么紧张干啥子嘛？放松，把手手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哎呀，这个小黑手这么小一点，来摸一下。白不白啊？白。这个手手嘛，要放到这里。哎呀！叫姐姐媳妇儿。媳妇儿，老公来喝一个。哎呀，来，再整一个。黄老板，哎，这咱家生意做怎么样啊？相当好，咱俩就是合财。合财敬我一杯啊！再喝就没了。我喝一杯，你拔一根头发。我给你找个头发多的陪你喝。来，等会儿你陪孙老板喝酒，孙老板喝一杯。你自己薅自己绺头发，玩没玩过小口琴子？媳妇，你悠着点，秦大伟，你俩不要逞能。哎呦，就你能喝，这酒量不错，这小玩意儿挺有量啊，快点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兄弟，来，小宝宝，还能不能行了？甜蜜蜜。什么？能不能喝了？挺有量的，啊，还能不能喝了？喝不了了，怪了我那么久。还来一杯吧。来，我来给你倒一杯。来，你他妈自己没媳妇吗？你摸我媳妇大腿干啥呀？你干啥子？你摸人家干啥子？万老板不要生气哈，其实这个发型也多好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坐下。老板，喝多了，是不是你哥们儿？哎呀，二哥，这酒这味儿啊，我都没喝过，不好喝。我就喜欢这瓶，真好看呢！你看，像挖挖斗似的，真好看呢。嘿嘿嘿，二哥，你就放心啊，我从村里来的时候，我都算过了，可我这辈子指定发大财，而且还有儿子。哎，喊警察！你大爷！快睡觉啊！我不管了，我睡觉。啊！哎呀，打呀？嘿，有儿子，那就有媳妇儿。二哥，滚！刚他妈睡着，这还有个孩子呢。有孩子好啊，你昨晚不要媳妇要孩子吗？梦想成真了，抱孩子回农村吧。谁的孩子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谁的孩子？
万老板，我这喝酒也太耽误事儿了，直接把二哥工作喝没了。我们仨呢又没有暂留证，所以只能住桥洞子底下。二哥呢就负责四处打神儿，我就负责坐月子奶孩子。哭声中啊，我能感觉到跟着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真不是个事儿。二哥，这啥地方这是啊？人说啊，这都通过熟人找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老板，老板，这就是孩子，这就是那个孩子，不是他，是他。开玩笑呢，哇，我看一看。就是这个孩子吗？对对对，男孩。我看你家，哦，抱一抱，抱抱一抱的，长得多像，你看看他俩。怎么样？考虑的怎么样呢？考虑好了，搞了再考虑考虑。干啥呢？不考虑好了吗？给人家。哎，兄弟，这个孩子跟着你们只能吃一顿饱一顿啦，那跟着我才能吃香喝辣的了。我呢？是在这个深圳有厂子，半山有房子，就差一个继承家业的儿子。还考虑什么了？我没有时间了啊！快点，还给俺家孩子。哎呀，这大金表，这孩子给了俺俩。这家大金表都晃眼了，骗人是吧？说什么呢？这是，走了，掉。哎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你看人老板那派头，那半山都有房子，我总觉得不像好人。这里头这四个就看你不像好人，快走吧，这谁不像好人？我看看。心香的，家父，别动啊！一动别动。好的啊，我会动的，我是王八。咋想的？认识他们吗？熟悉吗？他们是人贩子，孩子真到他们手里有三长两短，咱们这辈子不受愧疚吗？咋想？咋想？咋想的？香油，吃。哎呦，香不？老爷呢？二哥，嗯，你咱这不是偷吗？这咋是偷呢？这是化缘，知道吧？这是大地母亲给我们的施舍。那大地母亲也没……来，装兜里。是，这水果啊。品种样式单一了一点，但是你得好好补充补充。你吃好了，孩子也就吃好了，知道吧？
你到这儿就跟到二哥家一样，啊。追上来了，啊！二哥，你家亲戚也太热情了，这家把咱撵的。啥他妈亲戚？这都初五福了，我不认识。是，掉这包这都是啥呀？你抱孩子，我看看。孩子没事吧？没事。二哥，这啥呀？头绳，这咱都没用。我看一下口罩。哎呦我去！呸！真他妈晦气！你赶快扔了！呸呸呸！多年你在深圳，就没认识两个富婆啥的？咋说话呢？
二哥现在不还年轻吗？还能努力呢。等二哥到时候不能努力了，我在这身边这几个富婆里头再划你。二哥，撤。咋回事啊？啥咋回事啊？真让人讹上再多一跌，撤。二哥，你快报上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！走！救人呐！那边还有人呢。哎呀，没事没事的，他是中暑引起的老年常见病，没关系的，来来来，慢慢把他扶起来就好了。行走啊，行了，你怎么也给人过来？行了，行了，走回去吧，别回去，找着干爹了。行了，老爷子。哎呀，这家伙，你说多危险啊！你别谢他们，你要谢得谢抱孩子这小伙，他喊的救人，他们才听见过来的。他又不喊人，你不撂这儿了？是啊，是啊。这孩子我知道，可怜了，没媳妇儿，抱那孩子没妈，没地儿住，住桥洞底下，可怜了。你看看那孩子晒的。上班来了啊？干嘛呀？这是我的礼物，祖宗留给我的。这个花呢，是我的心头爱。还有这个水费是很贵的。以后呢，你们呢就租这个房子就好了。张大爷，哎呀，小宝发财回来了。要不我住这屋吧，张大爷。死变态！臭流氓！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张大爷，帮我报警，他是流氓！啊！张大爷，张大爷，张大爷！你想干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给我放开张大爷！张大爷，别害怕啊！哎呀，小马，你误会了，他刚刚才救了我的命。张爷，你老糊涂了吧？他会要了你的命的，妹妹，你可能是误会了。去去去，我不是什么臭流氓，我也不是什么死变态，我是纯爷们儿。别信他，张大爷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原谅我们吧，妹妹。真的是没有地方住了，这几天带着孩子，就睡在那桥洞子底下。大人还好。孩子都冻感冒了，啊，不，怎么了？今天这孩子一直是啊，哎，是不是你水对凉啊？我分别对了三个温度呢。喂，你有没搞错啊？啊，你哋又唔系你屋企，你连咁差人啲嘢都得嘅？好翻啦，仲有你啊！我阿妈点解成日喊噶？啊，佢系哭啊，你要想办法啊！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大半夜的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警告你们俩啊，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，孩子怎么生的我不管。那你得好好养着吧，都哭成什么样了都，把孩子给我放下。这黑子，姐劝你啊，你要是有这爱好，努力赚钱，赶紧去做个手术，一朝为了。一直哭。为什么一直哭啊？胃酸病了。喝奶了？光喝呀？不知道拍嗝啊？
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。阿姨看看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咱们把小哥拍出来啊，拍出来就好了。一二三，你看，舒服了吧？哎呦呦，乖乖的。你抱着，你长得干净点儿，乖啊！哥咋这么招蜂引蝶呢？身上总有女人喜欢的一面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漂泊呀，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，感觉就像睡在皇宫一样。所以说你，哎，叫什么大呢？我觉得孩子应该起个名了。起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姓。你像我啊，姓孙。古时候有孙权、孙膑，都是大谋略家。现在有孙悟空，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。你说那头俩人都是给大宋江山打工的，还得姓宋。哼，姓宋你叫啥呀？叫送你上西天。送我上西天，你还要？我感觉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呀，都是天意。那既然这样，孩子就叫天意吧。马尔代夫呢？起来干活。
叫爸爸。爸，二哥，别跟我叫爸爸了。真的啊，叫二大爷，叫二大爷。嗨嗨嗨嗨嗨。细洗不惑，细洗不惑啊！那这个细就是细，洗就是洗，真的。细洗不惑啊！哎呀，张大爷，张大爷，快别教了，这你这舌头细洗的，那四十，你这把孩子给教坏了吧？哎，你听听来，我来，天意，听大爷的，四十不惑。四十不惑，完了，这舌头已经不会卷了。咱说下一句吧，这句不学了。见异思迁，见异思迁。哎呀，你给解释一下，怎么叫见异思迁呢？什么意思呢？见异啊，就是见到漂亮的异性啊，思迁，明白了。就是见到漂亮的异性就想搬到他家去住，明白吧？嘎巴一下让人来个五谷云龙，月光电缆脚把你踢出来，踢我干啥呀？因为我说的是单身，又没说已婚。哎呀，儿子，咱不跟他俩学了啊，一个文盲，一个法盲。园长好啊，你俩谁是孩子的爸爸呀？我，你确定？确定。啊，让孩子的妈妈也进来。哇！啊！情况有些特殊。这什么家庭啊？院长啊。那孩子上学的费用，哦，没看到，我看了。那我再重复一遍啊，一年五千，五千，外地的再加五千，一万了。学费还有杂费三千，一共一万三。一万三！哎呦，孩子。给马路阿姨拿把枪。不用不用，用这个用这个。干啥呀？干你啊？我说你这么大岁数，一天就飙玩啊？你多大岁数？天意多大？四岁。包子铺胖姐家那孩子三岁，人上幼儿园了，英语咔咔的。你再瞅天意，会啥呀？一天就跟着你飙玩。说实话，就这么下去，长大了跟你俩一样。二溜子，没人看吗？回家，美啊，给哥吹吹头。嘴欠啊，别往心里去。我就是跟孩子玩一阵子。走。报什么名啊？你大专大本呢？你是？我应该是小本。小本什么学历？小学本。啊，滚！干嘛呀？老板，招人不？你叫啥人？老板，你叫啥人啊？啊，老板，我啥活都能干。啊，可以吗？行，老板，上。跟咱一样都找活的。那装啥玩意儿啊？走。你说你也是，你穿这衣服能找活吗？玩来了，瞅这损出，
那能怨我吗？我抱着一颗找工作的心，可我的气质值千金，都不相信我是来找活的，都以为我是老板。老板还有人吗？你看这还问呢。你看，大老板来了。哎，是我来了。三班倒台，你干起来了。对，就你。大老板来了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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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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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也过来。除了他俩，剩下跟我走。说靓仔呢，来吃煮鸡蛋。靓仔会不会做头发？冇时间啊。哎，别开船呢。我能不能带上我的助手小黑？在那儿呢。狗不行。不是那个小黑狗啊，是旁边那个小黑人呢、啊。那个黑人、啊，人就可以。嗯，走吧。跟着前面两个船走就可以了，开快点啊！二哥，你胆真大呀，你真会开船呐、啊。世界是属于勇敢者。老板，船开的怎么样？你到底配不配开船？以前在公园，背那个翻译。二哥，我认为你很不错。二哥，你就拖了一口，拖一口都不来拖。哎，停啊！喂，搞咩啊？咁慢嘅，做嘢爽手啲啊嘛。唔好提啦，玩咗两条唔识开船嘅废柴啊。又破。哎，你们都过去搬货吧。他不行了。好啊。啊？你干吧。二哥真干不动了。走。我们是中国海警，请立即停船，接受检查。得罪人了。我们是中国海警，请立即停船，接受检查。立即停船，接受检查。什么家伙？枪啊，在桌子底下。我们是中国海警，请立即停船。不是你让不让我开的，这是人家不让咱们开的。你开不开？我开就是开。别跑了，就站下就完事儿了呗。你赶紧去，开！我不走，我投降。我投降。我不投降。小鬼，快跑！二哥，你救下我！妈呀！我们是中国海警，立即停船，接受检查。二哥，放下武器，二哥。二哥，没事吧？
够呛了，老子饿了。二哥，是个螃蟹。我说这子弹咋一动一动的呢？嗯，二哥，哎，谁呀？来了个农村的弟弟，想吃海鲜了。爸爸呢出海打鱼去了，这样天宇你躺下，阿姨看脚。还有脸皮回来呀？滚！张大爷，他俩现在可滚不了。这段时间债务天意，我花了不少钱呢。他俩得把我钱还清了才能滚。听见了吗？够劲！爷爷，天爷，想爸爸了吗？想了。爸爸对不起你。阿姨给你讲故事，走，跟阿姨进屋。阿姨给你讲故事啊，咱们还接着讲小小驴，还是小羊，还是小鱼，驴和羊。虽然咱俩离婚了，那你多拿我都能找着你。下回拿钱痛快点啊！呸！哎呦，这三米！
这个真不行。哎，这咋还抽上烟了呢？歇一会儿。哎，你还别说哈，这在上面看看，这风景还不错啊。一览众山小。可得了吧。抓紧挣钱，咱买一套房子。谢老板。哎，一个人一张啊？谁少了？咱之前养的比这多呀。你爱要不要？一个像瘦猴子，给我杀了！八哥惹进来很吓人的，一个打八个。二哥，放开！二哥，放开！成功的机会像雨点般砸向二哥，二哥都成功的躲过了，这回不会了。哎呀，你从国外回来，不知道这些合不合你的口味？臭不要！韩国，你在韩国呀？对，我在济州岛大学读研究生呢。什么专业呀？生物化学。我研究鞭炮的，那你可得小心点啊，注意安全。也挺安全的，不太用我放倒是。人家里布置的真的好有品味啊，你看玛丽莲梦露。啊，那是我偶像，所以我叫马路。也是我偶像啊。真的？对，而且你俩长得很像，你不觉得吗？别逗了。圆圆的，很性感的感觉。这一年你就一直单着呢，不怕你笑话。其实我离过一次婚。你二姨没说呀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有孩子吗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嗯，以后你就有我了。这我可不能要，太贵重了，你拿回去吧。你能要？你听我跟你说。你为什么不能？我需要时间，你听我。我邻居，他住那屋。你先睡啊，我洗个澡过来。啊？又扔一桌啊？这个改黄的了。哎呀，等我啊！这是二哥，他二哥，他俩一块住那屋，不是你想那样的。就住那屋。你们太伤人了，你们。眼镜，眼镜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眼镜，我祝你们三个幸福。我，
去！哎呀！哎，别打了，我喝多了。嘿，哦。爹。哎。走，阿姨屋里玩。你们四个集体过本命年呀？这是。你误会了，妹妹。最近我俩不炒股了吗？咱们不住一个院走一个门吗？希望妹妹支持一下。怎么支持啊？从里到外换个颜色，一套的。有病吧？你俩穿吧。今天怎么好像不高兴啊？爷爷，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，我妈妈呢？妈妈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样的？你们都画好了吗？啊，很棒啊，画得特别好。小天意，你怎么没画呀？因为小天意不会画妈妈。为什么不会画妈妈呢？因为小天一没有妈妈。天一长大了，知道光要妈妈了。孩子要妈，我听见了。我想写封信，这不骗骗他吗？二哥没睡啊，就是上来帮你来了。上学那会儿你都抄我，你用什么帮？卡耐基，人性的弱点，这叔二哥都看过。你这个我要弄不了，我是你儿子。二哥，你要帮我写了，你可把我给救了。头都快着了。行了，送天一哥哥上学去吧。天意什么色儿？你说你啥色儿？天意啥色儿？那一看就不是原厂的呀！我的天哪，你也太伟大了！那以后咋办呢？你就一直瞒着他呀？我不是怕他内心有缺失吗？暂时先这么瞒着吧。马路啊，其实哥找你今天是主要想求你，以天意妈妈的口吻。天一写封信来安慰一下。别逗了，我又没当过妈，我哪知道怎么写呀？这忙我帮不了，这确实干不了。哎呀，反正可也是。
吓死爸爸了！你咋跑这儿站着来了？啊？我要等妈妈的信。妈妈的写信也不能那么快就到啊，对不对？走吧。小朋友，你是天一吗？是。那，这是国际包裹，所以要单独送你，等急了吧？啊！爸爸妈妈又来信了，爷爷，爸爸又来信了，爷爷，爷爷。亲爱的天一，妈妈很想你。由于工作的原因，妈妈不能照顾你和陪伴你，原谅妈妈。我们原谅妈妈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听爸爸的话，因为你有一个世界上最伟大、最善良的小黑爸爸。妈妈听爸爸说，你上幼儿园了，妈妈非常高兴。在幼儿园一定要乖，一定要听老师的话。妈妈会经常给你写信，希望你能够快乐的成长。等妈妈回去了，给买更多的礼物。小家伙谁呀？我是他爸爸。我明白了，在我这儿没生，给人家生一个。大卡车开够了，现在开小轿车了啊！你过分了啊！儿子，几岁生日啊？这是，来，爸亲你。你干啥呀？我跟我这你要干啥呀？没看我这腿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个儿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看，你看你是个儿吗？孩子是不是个儿？小宝，一点儿。你看你找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不堪一击。大嫂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怎么行？我过分了，我过分了。拿点钱来。我不是给过你钱吗？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早就花完了。来，再来点。大壮，咱俩离婚了，我没有养你的义务吧？怎么离婚了？那以前就不是夫妻啊？真没有？快，没钱。行，那没有咱们就一起过呗。来，大兄弟坐，我不排斥你啊。能喝不？来，服务员，拿两瓶酒。
哎，一块喝来。你过分了！快快，怎么了？还不让碰了？胡搅蛮缠是吗？你放手！我烦人不？烦人！烦人了！我给我。你也这么马拉龙，想来抢我心？我这还有个老公，我你一起养我了。行啊，我养啊，你给我钱，我就养你吗？哎，怎么这说没两句就开始动手？俩人一块上车，我告诉你，你俩谁也不是个儿啊！我告诉你，行行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我告诉你啊，马龙，有人保护你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有家人了哈！我告诉你，你要过不好，你自己找原因。我跟你讲，叔叔，二龙，你谁呀？没睡着，谁呀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怕啊，阿姨在。没事。明白了，又找一个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不过分啊？妈妈只是出远门。没有妈妈。把这拿去。这么长时间给孩子又写信又买礼物，都没少花钱。哥把这钱给你，放心。怎么着，当姨的就不能给孩子买点玩具啊？拿回去。怎么吃饭呢，宝啊？你咋回来了，二哥？正好明天我去学校看天意。张嘴，小二哥呗。给二哥点钱。你可别闹了，二哥啊！我没闹，真管你借钱。借多少？你有多少我借多少。二哥，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挣俩钱儿，我觉得能养活天一就已经足够了。这你就知足了？啊？挣这点钱你就知足了？你来深圳干啥来了？啊？你不发财来了吗？你发财了吗？你实现梦想了吗？哎呀！二哥，跟我聊梦想。这么些年，你做哪件事你成功了？你可别做白日梦了，天一留这俩钱儿，我肯定不能让你打水漂就得了啊！谁他妈说我做梦都行，就你不行！你是不是忘了谁带你到深圳的？谁他妈给你递口纸了？二哥，你这么说我接，都给你。爸，我给你买了不少好吃的啊！住校的饭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明天咱就早点走啊！爸，我不想住校。那能行吗？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那不能老在一起呀，那爸爸工作多忙啊。爷爷可以接我呀。爷爷年龄大了。我自己可以坐公交。那多危险呐！这孩子。啊。爸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爸爸怎么能不爱你呢？爸爸这颗心只属于你，啊，谁也分不走爸爸对你的爱。快睡觉。你确定你最爱我？确定，肯定，一定。睡。每天这个点你早睡了，今儿熬这么晚，快睡。啊，小宝宝睡吧，睡吧，快点睡吧。睡着了。
见。老哥。啊，还忙活呢。嗯。没睡，一直等我的吧？对呀，这不等你呢吗？想好了吗？肯定想好了。哥这辈子就跟定你了。不后悔啊？绝不后悔。那天意咋办呢？好办呐，我让他住校了，绝对不能耽误我事儿啊。也是啊，这样方便点。来吧，来，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啊。哥就是你的了。给我急的呀！一直不好看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喂，我知道下边压力大，可你们都说行啊行啊啊，这个又不行了。再给我拍一个，我这工期不能停啊！我就不信了，你们谁要能把这活干好，这个钱就拿走了。你，你，我，你找什么乱呢？一边去！我试试。刚找的那几个人跟我马大的都不成，你能成吗？你这小体格，现在还不把你给压碎啊？没事，怎么知道我不行？我就怕你有命挣没命花。我命硬，我试试。你这还，你试试。来，家长会吗？你的新店啊？对呀、啊，看看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生意还这么火啊？嗯，还行吧。我其实是想把那，我想把那边再好好装一下。什么味呀？这么臭！
花姐，你胖了啊？陆姐，这店里怎么有股味儿啊？这客人都出去了。话怎么那么多呀？去倒杯水。你干嘛去啊？等会儿了吧。哎呀，坐着。坐下。店还不错吧？真好。你干嘛去啊？一会儿。天一报名夏令营，我去给交钱。这么多钱？还行吧。放好了啊，别丢了。丢不了，咱可去了。去哪儿啊？坐下。你就穿成这样去啊？你让人家怎么看天一？有没有当下最流行的发型，让宝哥看起来既年轻又时尚？我想为天意改变一下形象。各位家长都到齐了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道上堵车呀。哎，这位家长。哎，老师，那我站这儿吧。你是谁呀？我是爸爸。你是谁的爸爸呀？天意。天意爸爸，天意，你看，你爸昨天是刷马路。陆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爸爸给你买的好吃的，谢谢爸，我不吃。你最爱吃的。我现在不喜欢吃，回去写作业了。天意，学校在用什么费用？提前跟爸爸说。不就是当年我救你那地儿吗？不对，是我救了你呀！那好，你救我，你救我。去，咱把身体呀养好好的啊。睡觉，来。啊，我自己来也好啊。走路都费劲。这个水怎么这么冷啊？这哎，好，解决。有事叫我。
挺牛的吗？有本事过来打我啊！这么长时间不回家，你爸说不要你了。你信不信我把球塞你嘴里？那叫我不要他。天意，站住！我站住！我找我妈。天意，站住！
意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。我那天我喝点酒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。别说话，我老爱他了，我真的老爱他了。别，我坐不了车，我晕车，我。马龙，你别上火。等哥忙完这段时间，哥帮你一起挣钱，帮你再买个房子。老哥，跟你说实话啊，房我早买好了，而且都装修完了。你扯淡，深圳的地儿房子多贵啊！再说了，那你咋不回去住呢？你说呢？装困，装累，要不要？到点儿了。到什么点儿啊？该睡觉了。行，那我就过去呗。不是，不是，要不你就睡这儿吧。好。哎呀，我怕。挤不开，这是我腰翻不了身。搂一搂，这腰不怕卷上去。哎呀，睡吧。啊，你要是害怕了，晚上叫。放心，没事。我就怕你害怕，你要害怕你就叫我。那我真的害怕。那你就叫。走了。宝哥，我离过婚，这些你都知道。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遇见了你，你让我觉得活着有意义，有奔头。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个女人，我很快乐。宝哥，如果天意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给他当妈妈。庆祝呢，是吧？天意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？怎么？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天意，没吃饭吧？我给你拿个筷子。那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坐。呀，四菜一汤，还有酒。可以呀、啊，这条件不错呀、啊。也是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啊。哟，没我杯子，没事，不要紧，我拿瓶儿。啊，哎，来庆祝你们第一天搭伙过日子。呵，这我得说你两句了。这么好的日子，弄点好酒啊，是不是？行李呢？这不对啊，行李拿回来呀，直接放那屋啊。这么多年了，隔着一条胡同，哎呀，多难受啊！好不容易找个机会能一床上滚了，那得……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？你干的是人事吗？演，还给我演！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？从小到大，把我一人扔幼儿园，后来寄宿学校，你管过我吗？你问过我吗？嫌我碍事儿，跟我说不就完了吗？我给你们腾地儿啊，骗我干什么呀？考虑到我的感受吗？啊！天爷，听我说，别碰我，跟我写信。我看着那叫一个难受，我那一封一封的啊，我这眼泪啪啪的流，假的，都是他妈假的。
不闹了，便宜。就是因为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见着我妈了，知道吗？现在好了，嗯，名正言顺的来我们家过日子，没问题。但我跟你们俩说，她想当我妈，她不配。你他妈滚！滚！我怎么现在滚？这早就不是我的家。你别怪天意，我答应过不给他找后妈，我现在找他解释。你需要吃点什么？哎呀，康康，这房子让你住的，哎呀，这都快成盘丝洞了，长出胡子你就大仙儿啊。这生活不但没进步，还退步了。哎呀，好茅台呢？你那茅台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啊？特供的。想我了吗？二哥想你了。天意再不会相信我了，马龙也再不会回来了，
这些都是学区房，你挑一套，我买给田毅，咱仨搬过去好好住。谢谢你。二哥，你把脚带上，以后谈个生意做个买卖用得上。你兄弟没喝这酒的命，我喝这个就行。以后你就喝这个，跟我走。新前行，生霸王狂欢夜正式开始。说说这些人不叫白色，你要不把你说一下。Let's go！ 一天比一天更高明显。产品的犯罪窝点，现场查获假冒伪劣产品总价值上百万，犯罪嫌疑人郑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真的确定回老家吗？
个视频发给天意。关什么门呢你啊？啊！走错了。干嘛呢？问你干嘛呢？干你呢！走不了，今天正好凑够八个。醒醒，不许睡，不许睡啊！师傅，开快点，快快开快点！小宝，你别睡着了啊！你听二哥给你唱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让你带我去深圳发财。你去一边去吧你！求求你了。时间不是想象，就算找不到爱你的方向，有这二哥有底。
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终究已注定。是否能再多爱一点，能再多看一眼，伤会少一点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谁也逃不离。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？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？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？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，多少坎坷途？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。我的爱藏不住，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。我不怕痛，不怕输，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终究已注定。是否能再多爱一点，能再多看一眼，伤会少一点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谁也逃不离。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？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？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？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，多少坎坷途？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。我的爱藏不住，任凭时间无情的摆布。我不怕痛，不怕输，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终究已注定。是否能再多爱一点，能再多看一眼，伤会少一点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请帮大哥，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媳妇儿，嗯，你这咋样了？马上。我这菜可差不多了啊。哎，爸，哎呀，忒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啊，快快快快快，你可真巧啊！不，这锅饺子刚出锅，饺子好了。那当然了。来，咱开饭。这么快，不等二大爷了。不等他，他不靠谱。他不靠谱，等他那得谁不靠谱了？说谁吃饭能不靠谱吗？哟，我坐哪儿啊？我不是二哥，谁家孩子？这个，这不是我那广场舞舞伴儿那个我新女朋友好像，广场舞叫小兰那个啊，他家不四个呢吗？这老几呀？这老四吗？你管着呢？啊，我这不现在这不给当保镖呢吗？这不是了，省事了，省事了。行，一会儿包红包啊。我，那个，那前面那跟小兰彻底离了。那他不理我，能管他四耳朵吗？啥情况？天意。哎，这个呢，是爷爷留给你的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呢是替你保管着。现在你长大了，是时候还给你了。啥呀？房产证啊？少爷，这不房产证吗？天意，
二大爷最近有一个挣钱的新项目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？啊？有没有兴趣？现在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咱们在一块儿喝一杯。对了，推不是推，推过我。哎呀，这是咱们在青龙村呢，最后一个年。今天呢，咱就多喝点，先喝啤的，后喝白的。行，不行咱整点洋的。过来，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来，哥，吃一个，谢谢四哥。这感觉够年味。